同学那种很即兴式的那种训练啊，对同学最大的帮助是什么？最大的帮助哦，因为他们其实平常比赛都是个人，对，所以他们在一些身体的方面比赛自己。哦，那自己各跳各的，对，我们自己很美就好，但是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个全方位的学习，所以我们就提供这样的课程，然后让他们可以去变成一个团体的呈现。就是刚开始我是好学生，哎呦，然后妈妈叫我起来，我就